军讨伐，随我剑指这天涯。这一生我不做豪侠，肝胆相照斩刀马。此争必然名满江湖，浮云再起九一湖。招商得火再踏江湖，定桥再次斩宏图。南航一生志在天地，八面威风。
尽月关尽作罢，今朝放荡肆无涯，昔日我捉不足挂，长相思却莫回不到月下，愿陛下谢谢大家，我们有点掌声好不好？咱们掌声走一走，欢迎大家来到西西直播间。主播是一名四川成都的中国舞主播，然后目前在外地参加活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酒店给大家直播，这个地方不是很大啊，所以说有比较有局限性。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我们的老铁们，如果没有给西西今天最新发的作品点赞的，我们去给西西点点赞好不好？可以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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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记得大家去点点赞，我们把赞赞戳到五万赞，我们把赞赞戳到五万赞。然后我们下一支舞蹈，大家有什么想看的舞吗？你们有什么想看的舞可以告诉我哈。要不咱们来一个，来一个，我看一下哈，我们的铁铁们，咱们记得去点点赞哦。不管你们是评论个啥，咱们就是说点点赞哈，好不好？好。来一首《惊鸿一面》送给你们，掌声，掌声，掌声。
心，多年不见你深情，江山如画又怎能比拟你送我的风景。流沙问瑶琴起舞何以去，仿佛应当年翩若惊鸿影，说一说你们宝贵的赞赞，好不好？我们今天有多少是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扣个一来。第一次有多少的第一次来直播间？咱们扣个一，认识一下，咱们认识一下。我们要给新朋友认识认识啊。咱们要多关注新朋友，是吧？我们要让更多的新朋友们加入我们。不然天天都是我们那几个元老们在下面打字，把别人都就把咱们新来的家人们撇到一边，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永远都是这一坨，是吧？所以说你们要多关注咱们新来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新直播间。我们新来的朋友们，如果第一次相遇的话，我们可以点个关注。如果觉得这主播不错的话，我们可以加个粉丝灯牌，加入我们大家庭。然后呢，你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想了解的呀，你们可以在公屏说，然后我们的老粉们给大家就是解答一下，好，我们就更快的了解西西。更快的咱们就是一家人，更快的咱们就是说把咱们家的就是那个更强大起来，是不？你们说不是吧？后面有人，后面哪有人？左边还是右边？没有人，哪有人？没有。你说是窗帘后面吧？窗帘后面应该藏着有人啊，窗帘后面应该藏着有人啊，你们小心小心，等会出来吓你们哦。来，我们朋友们，应该进来直播间应该都是比较喜欢中国舞的吧，是不是？那么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呢？蹄子都看见了，哪里来个蹄子啊？哪里来蹄子啊？你看人都不行了。有只脚，哪里有只脚？哪里？哪里有只脚？没有脚啊！你们看到了吗？我咋没看到有脚呢？有偷拍摄像头没？应该有吧？谁给我装的摄像头？我看到了，
你们看错了吧？不，他们不是喜欢钟鼓鼓，是喜欢你，是吗？还没穿袜子，是男的脚，是男的脚啊？你们觉得这是男的脚还是女的脚？你们是男的脚还是女的脚啊？你腿下有脚，我腿下有脚，我腿下肯定有脚啊，我腿下肯定有脚啊，是吧？来，大家有什么想看的舞蹈，一起在公屏打一打，好不好？你们什么想看的舞蹈在公屏打一打呢？让我瞧一瞧，大脚丫哪里有大脚丫？你们看错了，你们看错了，你们看错了，你们是不是看错了？你们的眼睛，你们就是说把眼睛揉一揉，把眼睛揉一揉。窗帘沙发上看错了吧，对吧？你们也看错了吧？看错了，看错了。来，我们来一首鱼戏探，好不好？咱们来首鱼戏探，想看吗？想看的扣一。是你家男人在宣示主权，是吧？这主播不诚实，你们点赞呗，你们点赞呗，你们点到30万，我给你，我把这个镜头往那边一转，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不，你们点呗，给你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人，好不好？给你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人。好，你们就是说把赞点起来，点到30万，我给你们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把这镜头一转，你就看到了，好不好？好不好？好，咱们来吧，这一首《鱼戏探》送给你们。谁曾巨鹿踏破了秦关，千里兵戈血染。几聚散，日月沧桑尽变幻，乱世多少红颜换一身长叹。谁曾巨鹿踏破了秦关，千里兵戈血染，终究也不过是风轻云淡。长枪策马平天下，此番诀别却为难，一身雨洗雨洗泪眼已潸然。与君共饮这杯中冷暖，西风彻夜回忆吹不断，醉里挑灯看剑切舞阑珊。君饮剑血落凝寒霜，难舍一段过往，缘尽又何妨，与你魂归之处便是苍茫。平天下，此番诀别却为难，一身雨洗雨洗泪眼已潸然。与君共饮这杯中冷暖，西风彻夜回忆吹不断，醉里挑灯看剑切舞阑珊。南下一曲离乱，楚歌声四方，安北此君饮剑血落寒霜，难舍一段过往，缘尽又何妨，与你魂归之处便是苍茫。寒冰刀剑纷乱，折断了月光，江畔只剩孤舟与
点赞点多少了？还说30万赞，80万赞都上不去，这赞是吧？还说30万赞，现在大家退步了，家人们，这天天也在播呀，这也没说不播呀，咋退步那么多呢？是为啥呢？来点赞，家人们，我们冲10万，冲10万。咱们一起冲点赞，一起冲点赞，一起冲点赞，使劲戳一戳！所有家人们不要停，拿出你们发财手、黄金手，咱们赶紧戳一戳，一起戳点赞，一起戳点赞，直接上10万赞，直接上10万赞！所有家人们不要停，后面的朋友们帮忙搭把手，100个赞，1人100个赞，咱们都点一点；1人100个赞，咱们都点一点；1人200个赞，咱们点一点；1人300个赞，咱们点一点。免费的赞，这是免费的，不需要你们付一毛豆币。咱们只需要大家一起帮忙戳戳点赞，每个人3000点赞，我希望大家都一起加油。来，所有家人们，3、2、1，开始，最后往前上10万赞。咱们不能退步啊，不能退步，不能退步，可以进步，但是不能退步，好吗？来，每个人家人们一起点赞，冲一戳，咱们使劲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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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就需要你们把手放在这屏幕上面，直接戳起来就好了，好吗？直接把你们的手放在上面戳起来就好了。欢迎我们一毛，欢迎我们一毛，一毛早上好。来，直接不要停，直接不要停，直接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现在直接点，直接点，直接点。等会10万再给大家发秒吧，10万再给大家发秒吧，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直接上，直接上，你一直点，咱们把这首歌点完，咱把这首歌点完。谢谢我们仔仔，欢迎我们仔仔。来，继续点赞，继续点赞，我给大家发秒包。来，3、2、1，领取一下我们的秒包，领取一下我们的秒包。这是给大家10万赞的一个福利，这是一个10万赞的福利，好吗？10万赞的福利，希望大家一起把赞赞往上面走一走，好吗？继续把赞赞往上面走一走，好吗？好吗？来，我们点赞不要停哈，点赞不要停，点赞不要停，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所有家们。所有家们把咱们家的赞赞往上面再戳一戳啊，再把咱们家赞赞再往上面戳戳。没有回音，是我手机在旁边，它就是会有那个声音，会有那个声音在那儿。来，直接戳到20万赞，20万赞还会秒吧，好吗？20万赞还秒吧。我高一实名观看，我高一实名观看什么东西？没懂呢。我上榜了，对呀，点赞他会算榜的，点赞他会算榜的，知道吗？点赞他会算榜的，所以说点赞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就是说可以让你们就是基本上哈，你们如果说点满了啊，把3000点满了，你应该能有10多票吧，10多票上榜，知道吧？十多票上榜，所以说我看一下后面的朋友们，没有帮我点赞的朋友们，那你们一定是没有帮我，就是如果没有上榜的话，那你们一定是没有帮我点赞，这个赞是免费的，你们说是不是？每个人的支持方式有不同，我们可以点。
点赞支持，我们可以音浪支持，我们可以在公屏互动支持，但我希望大家能够都一起，只要参与了福袋的家人们，咱们都一起帮西西点点赞好吗？可以吗？来，我们现在11.9万赞就没动过了，是为啥呢？11.9万赞就没有动过了，咱们再往上面再搓一搓好不好？再搓一搓。欢迎大家来到西直播间，主播是一名四川成都的中国舞主播，然后目前在外地，所以说呢可能这个地方舞的跳舞的局限比较小哈，就是尽可能的能给大家小小的跳一下。咱们就是说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我们左上角关注走一走好吗？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没有在杭州，你看我定位在哪吗？你去看一下定位，你点开我的头像你就能看到我的定位好吗？你点开我的头像你就可以看到定位，知道吗？来，福袋领取了，家家们恭喜大家中奖啊，恭喜大家中奖。我们领取福袋只是我们就是说一个让大家一起在直播间就是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小小的连接线，但我希望大家好赛雷呀，两灾中也雷呀，没有中嘛，那没有关系，没有中只能说明你们点赞是不是点的少了，点赞是不是点少了，所以说才不能中呢。来，我们冲20万赞哈，我们冲20万赞，点赞冲。20万，点赞冲20万，不点赞，我给我滚啊！不点赞，领不到。不点赞，领不到，是不是？欢迎你楚汉，欢迎大家。我是一两喽，我是一两喽，什么东西啊？我是两捞是什么？我发功啊，发功，就是说给我点赞的家人们一定能领到，不点赞的家人们领不到，不点赞的家人们领不到啊，你们点一点啊！今天星期几啊？今天好像是星期五吧？今天是不是星期五啊，家人们？今天是星期五啊，星期六啊，家人们。谢谢我们哈拉的小星星，感谢我们哈拉的小星星呀、啊。今天是星期五啊，艺术家哥好久没见了，可能大家就是不习惯我在外地直播是吧？就我在外地直播，大家不想来看是吧？是不是？阿西来到珠海了吗？对，我在珠海。我真的老伤心了，你们一个二个的进来，就是进来可能就几分钟时间，可能还来不到几秒钟时间，就给我发就在说啊，我有事儿，我要走了。那我哎，老伤心了，真的老伤心了。我现在我都要屏蔽这个字，你们知道吧？我要屏蔽这个字。就是进来一会儿就给我来了一句啊，我撤了。真的老伤心了，我看不到，你们干脆悄悄咪咪的走，不要让我看到就好了，好不好？你们悄悄咪咪的走，不要让我知道就行了。屏蔽了他们，你又说他们偷跑，不偷跑。比起那个就是让我知道真相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还宁愿当不知道。谢谢某位一样的墨镜，感谢某位一样的墨镜。出去赚钱给阿西。你们最近是不是早上都非常忙啊？要不我明天开始晚上播吧？是不是啊？来。早上空的扣一，晚上空的扣二，要不我改时间，如果要是改时间你们都还没空的话，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了。来，早上空的扣一，晚上空的扣二。
要是我晚上播也看不到你们，你们就是你们故意了啊，就是你们故意了啊，就故意躲着我啊。随我南下驰骋天下斩罗刹，三军阵前战旗高挂，这一生我何曾怕，出兵在敌军讨伐随我剑。晚上没有空，晚上有事儿。哎，你们晚上有啥事儿啊？啊，你们一般晚上有啥事儿啊？当和一生志在天地，八面威风不曾惧，身披金甲不败之力，赵山和我心明气。晚上不是应该最险的时候吗？对不对？对不对？年底较忙，抱歉啊。好嘞，科学家哥，多挣点钱，过年的时候给我分红。晚上约会啊？哦，晚上要约会，那你们一般约到几点钟不约了呀？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一般约到几点钟不约了？就是比如说那种，就是你们肯定约了，约只约到一会儿噻，对吧？你不可能约一整个晚上不是？对吧？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理儿？是不是这个理儿？嗯。约到三更半夜啊？你播我就在，小宝贝，我昨天好像没看到你。你说我播你就在，我昨天没有看到你呢。下半夜两点，约会肯定第二天早上。谢谢关注。哦，这样子啊，谢谢科技哥的棒棒糖，谢谢科技哥，科技哥早上好。我哪天都在，好不？真的吗，小宝贝？那说明你没有给我打招呼，你不给我打招呼，我怎么知道你在呢，在不在呢？是不是啊？那就等于说你们早上要上班，晚上要约会，那下午呢？那你没有告诉我你们下午干嘛呢？啊，下午又干嘛呢？哦，下午就有事儿，是不是啊？就等于说一天24小时，你们就没有时间来看我了，是不？真好，真好，就你们就等于就说只要亚西你播我就没有时间，你们干脆就这样说吧，好不好？你们就说亚西只要你播我就没有时间，你不播我老老的时间都有，好不好？你们以后就这样说吧。所以说亚西你别播了，这咱都没时间。是吧？来，你们全体给我打一句亚西只要你播我就没时间。好，加个点个那个麦。办法。Hello， 哦、oh, ，你好，我会注意的。你们认识吗？阿西，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来自珠海的小姐姐，我啊，我不是珠海的小姐姐，我只是在珠海。你只是在珠海，那就是在珠海的啊。嗯，70万粉丝的大主播，我天哪，关注一下啊。没有。哥，再拉一位进来吧。哥，你好像穿的好像过年哦。我还有一件红色衣服在路上呢，买的，专门买红。从元旦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过年。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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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还有一分钟，我们要不等他一小会儿？他是啥咋了？查查在唱歌，正在 PK 当中啊，没关系，别人也行，我看看那个山村胖妹有没有。他先过来嘛，咱们先闭他麦，真的是。你咋知道他在唱歌呢？他唱太忘我了，忘情了已经啊。他说我先把才艺给表演完了我再说。对，他才艺是第一重要的啊。重邀一下，邀请一下，先来，大家我重邀他一下。对，可以拿他进来。好的。Hello， 你好，查查，早上好，又见面了啊。早上好，查查好。查查好哦，我以为查查说的查查好。查查，对，
感谢。早上早上好。那我们来个四人局的，今天要不要十点我们一起上一上这个全站的人气榜第一啊？来，我们一起啊竞争好不好？我们的打个人气榜啊，放心好了，人气榜没有大票，全是人气票，很少的。他闭麦了吗？也挺多的。没呢。现在就闭麦，好吧？开始啊。啊，我们是，我们怎么玩呢？吗？四个人，四三二一，打总榜啊。哦，好。可以吗？才艺，明白。才艺 ，OK， 好，来，加油。这句话我领到了。谢谢我们小分队的黄桃罐头，谢谢我们小分队，就是才艺局，也就是做才艺局，就是才艺局。这已经进来了，我也不好说的呢。就是才艺局，就是个才艺局。谢谢我们楚成哥的若多喝热水，谢谢我们天天的亲亲，谢谢。欢迎我们强强。谢谢我们哈拉的小星星，感谢我们小票，太棒了，我们小票直接往上面走，谢谢家们，我们有青青的咱们青青走走，有罐头的咱们罐头走一走，好不好？谢谢我们小宝贝，谢谢我们小宝贝，谢谢我妈妈，谢谢我长老。哎呀，今天早上这团结力怎么那么好呢？这凝聚力让我突然看到了一线希望。本来就是说，那个啥的，突然觉得这个团结力还是在的。我们还差三个，谢我们佐罗哥，感谢我们佐罗哥，谢谢佐罗哥的新点灯。我们还差两个，还差两个。谢谢多宝的关注，我们没有直接加个关注，加入关注家们，我们可以加个粉丝灯牌好吗？加个粉丝灯牌。来，我们还差两位朋友，我们就可以把青金榜给占完了，我们就可以把青金榜给占完了。欢迎野王哥，欢迎。七七的福袋没有中过，小宝贝，你把三千钻点完了吗？要是点完了你都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说你要，就是说你要心里面默念亚西最美，亚西最美。佐罗哥，你的剑今早写到了吗？佐罗哥早上好，欢迎扶摇直上，欢迎我喜欢就行。点赞完了，欢迎天天有个好心情。大家都说西西的福袋没中过，然后福袋都谁中了？那就是可能我中了吧，你倒掉我包里了是吧？就掉我包里了是吧？这样嘛，来，我们再来走一走，我们不要聊天了，我们认真的打一把咱们今天的第一局，好不好？我们认真的打一局，我们今天的第一局。认真的打第一局，来，我们还差最后两个，差最后两个战榜，咱们差最后两个战榜，咱们差最后两个战榜。有多喝开水的话，咱们开水走一走。有那个什么来着呢？来，我们后面的朋友们点点赞啊，点赞也可以上分的哈，点赞可以上分的。我们点点赞，我们冲二十万，我们冲二十万，我们冲二十万。欢迎伟星，伟星泰哥。来，还差最后两位，咱们还差最后两位，咱们还差最后两位，还有没有开水？咱们还没有两个开水，还有没有两个开水？谢冯叔的开水，感谢冯叔，欢迎水困成兵哥。我们还差最后一个开水，咱们还差最后一个开水，还有没有开水？欢迎九幺八哥。我们还差最后一个开水，谢我天天的开水。哎，咋回事呢？我咋觉得一二，哎，这个榜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还差两个，还差两个榜，家人们，我还差两个开水呢。我一直以为我们都开了呢。长枪一战，戈巴西亚！谢谢我猫猫的亲亲，感谢我猫猫。
那我们还差两个开水，这样吗？还差两个开水，开始我以为我们的站起榜时呢，发现还差两个，怎么还差两个呢？还差两个呢？还差两个，哎呀妈呀，一下子到最后一名了，一下子到最后一名了，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呢？我们还差两个开水，家人们，我们还差两个开水，咱们两个开水可以把站榜，可以把榜站起。还有最后四分钟了，我们还有最后四分钟时间，我们还有最后四分钟时间。欢迎包子，欢迎快乐梦想哥，欢迎肝胆相照。欢迎路过的大哥大姐们，欢迎大家啊！我们没有点赞的家们点点赞了啊！我们有散票的家们，我们再走走散票了啊！散票的家人们，我们再走走散票了啊！谢谢我们小宝贝的亲亲，感谢我们小宝贝的亲亲。还有三分五十一秒，谢谢妈妈的娶我回家，感谢我妈妈。欢迎在路上哥，欢迎王哥。为啥猫猫送的这个驱回家没有那个特效在我头上呢？我记得之前有特效的。咱们有热气球的，咱们热气球走一走好不好？我记得这个热气球还是这个热气球，它是一个。欢迎小乔流水哥，谢我们婷宝的棒棒糖，感谢我们婷宝的棒棒糖。诶，我看到我手这个电脑上面设置热气球不一样呢，怎么它就是那个差不多的热气球。欢迎无奈哥，欢迎小酒窝。哎呀妈呀，这一局咱那有点牌面不啊，我的妈呀，突然觉得这一局属实太拉垮了，这一局，这个咱能有点牌面不？能上个五位数不？我能赢，但我也没想过我会输。谢我天天，感谢我天天热气球，谢我们天天。欢迎盛姐，欢迎盛姐哥，谢谢我们佐罗哥的烟花，谢我们佐罗哥。欢迎某人哥，欢迎某人哥，我们来几辆保时捷，咱们就可能上去了，好不好？我们来几辆保时捷，一人来一辆保时捷，咱们就可能上去了。还有一分三十九秒，我们还有一分三十九秒。还有一分二十秒。谢谢我们东坡的热气球，感谢我们东坡的热气球。还有一分钟，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谢谢猫咪，感谢猫咪的亲亲，谢谢猫咪的亲亲，欢迎扶摇直上。还有四十秒，还有四十秒，三人气势，咱们得走起不？三人气势，走一走不？
还有最后二十秒了，还有最后二十秒了，现在最后二十秒了。谢我们哈拉的去我回家，感谢猫咪的亲亲。还有十秒了，还有十秒了，咱们能上个万吗？咱们能上个万吗？谢谢我一毛。感谢我一毛的飞机啊，谢谢我一毛，感谢大家辛苦了。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谢谢我们一毛，谢谢我们一毛，谢谢我们佐罗哥，谢谢我们天天，谢谢我们哈拉，谢谢我们猫猫，谢谢我们东坡，谢谢我们小宝贝，谢谢猫咪，谢谢冯叔，谢谢我们小猫，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每一票每一票，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爱你们，谢谢阳光之日，小雪飘的大啤酒，好，结束。好，感谢所有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感谢大家支持和助力啊，把我们带上了啊，这个目前是我们依然是排在全站的第一名，谢谢谢谢，再次感谢。我看看我们书根，我说了，刚才说了，你家只要再拿两个华子就没问题，肯定就赢了。哎呀，上来想的就是第二名啊。还好还好还好啊，有请我们几位才艺主播，优秀的才艺主播给我们展示一下才艺啊，感谢大家。开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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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什么呢？唱什么呢？唱什么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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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say, oh my God, since I'm way on shy. Take your handmade in place and both in mine. You know you stole me then when I was passing by. I know I better say you then just one more time. Who I say you, say you, say you every time. And I like you still. You made me wanna cry. And now I beg to say you then just one more time. So I say,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oh, oh. I never seen anybody do things you do before. They say,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hey, hey. And when you're done, I make you do it all again. I say, oh my God, I say you're walking by. Take my hands, my dear, and look me in my eyes. Just like a monkey, I've been dancing my whole life. And you just better say me then just one more time. Who I say you, say you, say you every time. And I like your style. You made me wanna cry. And now I bet to say you dance one more time. 太棒了，太优秀了，好听好听啊。也是我的执念。
优美的舞蹈啊，家里大哥哥们好的小伙啊，喜欢对面几位主播请给他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我们也许舒哥今天要不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口哨的这个绝技、啊、我今天想唱歌，可以唱，来吧，一小段 OK 好。Have a rum, have a clap, have a song I'm out of duty, oh, oh. Jumping on of a skin through the car. Yeah, I believe it. The past is everything we were. Don't make us who we are. So I will dream until I make it real. I'm not a city star. It's not until far that you.Fly when you string up my life with that ball. Take a shot at the sun, find the beautiful. We will glow in the dark, dark, and dust to go. And we dream impossible. Until I'm breaking, until I'm breaking out of the cage like a bird in the night. I know it's changing, I know it's changing into something big, better than before. And if it takes, take a thousand lives, that is fighting for. It's not until you fall that you.When your dreams know my life will start to fall Take a shot at us and find the beautiful When we're blown in a dark turning dust to gold And we dream impossible 好的，非常棒，太棒了，非常优秀，非常专业啊，优梦哥。这首是来自后来张靓颖翻唱的这我的梦啊，就是来自这首歌。对对对，感谢大家，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大家请给我们对面几位才艺主播点点关注啊，谢谢你们，非常棒，感谢你们，谢谢，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优秀的节目，谢谢你，好，祝你们一路长虹，加油加油，一路长虹，拜拜，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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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二喜，牛哥，拜拜，请你也陪他去夜王府。谢谢猫猫的亲亲，感谢。怎么直播间这么多猫啊？咱们直播间这么多猫啊？老板来首《泰坦尼克号》，真的吗？你确定我要唱吗？你确定我要唱《泰坦尼克号》吗？恭喜正太升十一级，恭喜！我们这直播间的这个粉丝灯牌啊。这个粉丝灯牌就是高级数的，我怎么感觉我就是都不认识呢？这是你们平时隐藏的有多深啊？我都能不认识大家，然后呢还带着我十多级灯牌，说出去都要笑话我，真的，真的直播间老多十多级的，我认都不认识，就是那种。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哎，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你们的问题啊？啊，你们十多级的家人们，你们在后面天天强气看我，也不跟我说句话，然后带着我这么高的灯牌，说出来我不认识你们，好像是我的不对，但是好像是你们的不对，是吧？
那得猫多久？确定确定。门当门当，嗯嗯嗯嗯嗯嗯，猫几年了？我记得最多的是那种就是一级粉丝灯牌，哎不对，零级，哎，财富等级是几级来着？然后呢，十多级，十级粉丝灯牌，可能是我的不对，阿西要怀疑人生了，回来了，可能是吧，你要说出去哈，十多级的来理一下哈，捋一下，发现。大部分都不认识，可能是80%都不认识，20%给我说话，80%就是猫子看着我。阿西不来首英语歌，你真的让我来了英语歌吗？准备好，给你们来一首英文歌。啊？啊？啊？听不清楚是啥子？你明明该听那边的耳朵嘛，你该听那边的耳朵。我感觉我聋了。来啊，准备啊，给你们唱一首英文歌。回头给老板发个信息，老板明天我要去你直播间找你。Hello， 爆了。Hello。来，你这是什么呢？游戏。八号我们去老板直播间走红地毯，好不好？我想一下啊。咱们结果打个1、2、3、4吧。好。然后奖励的话，我们就无声猜职业吧。好，无声猜职业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你比划，你比划猜吗？哦，无声不可以说话。哦，一二法三四是吧？嗯，对。哦，过程要玩吗？谢谢小霞。小霞，你是男是女？欢迎红贝哥。你们说啊。过程要玩的话，可以玩个蹲，要不玩就不玩。可以啊。那就过程蹲，跳少的蹲吧。好。只有第一名可以做是吧？二三四都蹲是吧？对，前一后三吧。好嘞。哎，好了，来吧。嗯，太贵了，打三江。来，你们谁有？好了。我来。你买了啊？嗯。好。之前梁胜不是也去？好了，一个 PK 打搅了我的歌唱。
一个 PK 打搅了我的歌唱，明明唱的这么好听，让你们沉醉在其中，是不？让你们沉醉在其中。来，没有去点赞的，咱们去点点赞啊！那个新视频点点赞啊，新视频点点赞啊！咱们直播间的家们去点赞没？去点赞没？没去点赞，咱们去点赞啊！去点赞，谢哈拉，谢长老，谢谢。谢谢大家 LG， 谢谢冯叔的棒棒糖。哎，好像我们该蹲了。忘记了，怎么没人提醒我呢？谢谢我们佐罗哥的多喝开水，感谢我们佐罗哥。猫猫还在点赞呢，猫猫今天没去睡袋了是不是？那你可以再多待一会儿了，是不是可以多待一会儿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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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却不经意加快呼吸。来点赞上20万，咱们点赞上20万，谢我们天天的热气球，感谢我们天天，谢谢我们天天的热气球。我们点赞上20万了，家人们，点赞上20万，还差30万的赞赞，还差30万的赞赞，还差30万的赞赞。还差30万的赞赞，还差30万的赞赞，还差30万的赞赞。现在出发，出的这么快呀？这么快就出了？对呀，猫猫是那个，猫猫要去，打怪兽，他要去打怪兽，他要去隧道里面打怪兽去。他要拯救世界。谢谢我们威廉去哪儿，威廉去哪儿，好久不见。你去哪儿了呀？你最近去哪儿了呀？如果说有一天全世界都抛弃你，如果说有一天你老到把我忘记，只要我在这里就是我生命。你最近是去哪儿了呢？嗯，去哪个？这很久不见你了，很久不见你了啊，很久不见你了啊！欢我命由不由天。我的影子都说爱你。你的一个微笑。哒哒哒哒哒哒起。搞半天，猫猫是奥特曼，对呀、啊，是奥特曼。奥特曼变成了猫，奥特曼变成了猫。奥特曼变成了猫，奥特曼的前身是猫。奥特曼。谢我们哈拉的，谢我们哈拉的纸鹤，感谢我们哈拉的纸鹤。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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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嗯。自送欢乐和回，谢谢我们威廉，感谢我们威廉去哪儿？欢迎谷子野，欢迎。板凳当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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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巧克力的保时捷，感谢我们巧克力的保时捷。哪怕一秒也行。我发现，就坐起就是超妹跟刘依依的事儿。我跟九九航班的事儿就是蹲到一蹲不起。欢迎草人的天空。
无不胜，我任性而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我们相信光，叱咤风云我任意闯。我们相信光，叱咤风云我。欢迎陆毅哥，欢迎陆毅哥，早上好。感觉已经预计了节目，我感觉咱们就是说这个已经就是把最后的节目给做了。谢谢我们草人天空的纸鹤，感谢我们草人天空的纸鹤，谢谢。欢迎点赞中奖，我们点赞，我们点赞戳一戳吧，家人们点赞戳一戳吧，点赞戳一戳吧，好吧，点赞能戳一下不？点赞能戳不？能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手不？能你们的手手能动一动不？能不？能不能弄？有力出力，有赞出赞，空闲点个赞。行不？谢谢我们巧克力的热气球，感谢我们巧克力的热气球。显示余额不足。啊，可以坐起来了啊。猫猫，你是哪里的余额不足？欢迎冰之王美食，主要是为了升灯牌。你不说这句话，我觉得还觉得是你是在保护我。你说这句话，我感觉就是为了做任务，不是为了保护我，有点伤心。今天你们太让我伤心了，今天一早上就让我这么伤心。嗯。今天一开播就是啊，我走了，然后再来就是说我是为了升灯牌，而不是为了保护你。大哥的手术不停歇，简单粗暴又体贴，上听，法号是令，遇见你我三生有幸。谢谢我们点赞的玫瑰花，谢谢。大哥听我说，点了十遍。你是如此的洒脱，打赢了对面的主播，公平的礼物这么多。来，我们还有1分47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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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拼搏哥，欢迎糖果英雄。还有1分半，咱们家还有1分半，咱们还有1分半，咱们还有1分半钟。欢迎身体健康，欢迎半程哥，欢迎。来，一起散发光，相信光，冲向光。还有40秒时间，我们有没有奇迹呢？谢谢我们巧克力的璀璨舞台，谢谢我们巧克力啊。还有30秒时间，我们还有30秒时间，我们最后再能奋起一搏吗？能奋起一搏吗？还有10秒钟，还有10秒钟。谢谢我们巧克力的热水，感谢我们巧克力的热水。咱们再来搏一搏吗？能再搏一搏吗？搏一搏，摩托变宝马，宝马变摩托，宝马变成了自行车。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谢谢我们巧克力，谢谢我们天天，谢谢我们哈拉，谢谢我们威廉去哪儿，谢谢我们小猫猫，谢谢我们左罗哥，谢谢我们长老，谢谢我们草人天空，谢谢我们方叔风叔，谢谢我们点赞，谢谢大家辛苦了。我曾经眨眼睛有事，川美他们家还守着他。大哥，对你家看你家又五十二又五十三两个大哥的，我觉得你们要打，然后我们就守了一下。嗯，没有，大哥就是在那里帮我点展馆，因为我好久没播了，然后今天点展馆，大哥想帮我把那心凑齐。嗯嗯嗯，七星。哎，为什么我这上周断完之后，他这个就是集完就是十八星啊？我到现在都是十八星，全部集满了也是十八星，就断了。上周没播吗？断了，不知道咋回事。哦，收集十八星是什么？不知道咋回事，罚吧，咱们先不说这些了。嗯，一啊，给那个职业猜职业是不是？我发给谁啊？你俩谁打？你俩谁打？欢迎风雨哥，你发给我吧，发给我吧。嗯，好，谢谢咱们新哥大啤酒，感谢咱们新哥大啤酒。谢谢元哥。谢谢美元哥，谢谢美元哥。等一下啊，怎么整？谢谢咱们新哥。我还要截胡，好像还是嗯，对，你可以截胡。米妮，下次很大声一点。嗯，两个字哦。嗯嗯，警察。保安，太简单了。鸭西，鸭西在看吗？在看，好像是。太简单了，太猜中了。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他本来进里我以为警察，后面他又欢迎芒果小王子。就是我心里面想着，但是我说不出来，突然卡了。下一个啊，三个字啊，三个字。嗯。挑粪，挑大粪，挑粪师，差不多，第一个字不对。咬粪师，瓦粪师，挑捞粪师，提粪师，抓粪师，提粪师，捉粪师，掏粪师，掏粪，掏大粪。最后一个字不对，掏粪员，掏粪师，掏粪员，掏粪工，掏粪工。OK OK， 对了，掏粪工。关键是超妹，你怎么能想起这个？下一个，就整个难一点，下一个，就不能整个太能三个字啊，刚刚猜太快了。药剂师，不是鸡尾酒，调酒师、只有三个吗？是没有了是吧？没了，还想猜吗？再整两个也行。不猜了，那我们干嘛来着？你们来猜对几个？猜对两个。啊，你做弹脑壳，你们啊，弹脑壳行，弹五个吧。好，弹脑，一个弹一个，一二三四五。好，辛苦，好，拜拜，嗯，拜拜。我在旁边喊破喉咙了，你又不知道我是个聋子，我这听不到，我就是个聋子，嗯嗯嗯。在里面
好玩吗？什么好玩吗？欢迎七七，欢迎风宝，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我们点点赞吧，我们赞赞都没有动呢，好不好，家人们？我们点点赞吧。嗯，鸡腿妹在旁边用纸写给老板，别叫我老板了，我就不配老板这两个字，你们叫我西西吧，好不好？叫我西西吧，这感觉我就是没身价，不够几个亿的，都不能称之为老板，好不好？老什么板呢？给你们唱首歌啊，因为唱歌你们点赞要点的快一些。真问，哎，没发出来吗？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爱的讯号。糟糕，我显得比你早。你爱的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不好，优雅都不见了，不安分的心跳，全世界都听到。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幼宁黏了我老多次了，难道三天？咋啦，幼灵儿？我们打个榜呗，宝贝。哎，你换了地方吗？我在外地呢。你去了珠海？嗯。走红地毯？我不走红毯，我表演节目。哦，牛掰呀、啊，牛掰，牛掰！没有。哎，你是电脑播吗？对呀、啊，我电脑播啊。哇，那你怎么带电脑出去啊？就直接把电脑带上去就行了呀。我才真牛掰！我们那，你现在能打个榜十不？我打不了啊。榜十，你家这么多人，我这么多人，问题是没人帮我啊。那打助力行不行？你家一千人，我家没有你家人多。哪里一千人了？哪里一千人了？我显示一千人，你家多少人？没有，你看错了。怎么可能？真的，你看错了，我都播那么久了，怎么可能还有那么多人？那我们打一个什么？你方便？你现在打一个什么？只要不打总榜都可以。我什么都不方便。呀呀，那我们打个四人，我们出去转呀。我今天没条件，我今天老输啊，我都打自闭了。那我带你出去转人。那我能抱你大腿让我赢一把不？我们打双人组队榜十。好，我带你飞。你带我飞好，你让我赢一把吧。好嘞。好，你拉人。我拉人好，拿个有钱的吗？还是没钱的？随便吊打，吊打，玩个娱乐可以玩的，好玩的就行了。好嘞，好嘞，咱就是说，我们幼宁要带我飞呢。心意，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心意，答应我。对的吧？我近视有点严重，真的吗？我告诉你，这种近视女孩子很好，为什么？因为自动就给别人带滤镜，你们到底懂不懂？就是我但凡就是你们长痘痘我也发现不了，有一天如果你们长痘痘什么啊，你怎么那么美啊，我天啊，唯美的感觉你们可不懂。欢迎我们家莹莹，所以我以后希望我找的男朋友他都一定要近视，不然高点的时候看得不太清楚了，不好意思。哎，鸭西呢？雨佳佳在呢，在呢，我在这儿呢。我想看，我没有看到你俩呀。
啊，没有我吗？现在有了，现在有了。陈雨佳，你拉个你的队友打组队的榜十。我打不了榜十了，我今天第一局打就榜十。你拉个厉害的就可以了呀。我第一局找的就是幼林，幼林没接，然后我跟那个我们俩是打的组队的榜十。我当时在打人气票。啊，那你不打了，不试一下？那你不试一下？打个榜十呗。可是我要是拽别人，我拖人后腿呀、啊。我跟你说，我都是抱幼林大腿的。你们现在能打什么？我若问一下你们，除了总榜以外，还能打什么呀？我问一下。这四个人不是只能打总榜或者是榜十吗？邓邓，你可以让我的大腿打榜十吗？可以，什么？抱谁大腿啊？邓邓，我抱你大腿打榜十。我没条件。我的榜十，我只能打200票。我能玩，但是我这不是我当不了大腿。那咱俩要是输了的话，我们荣辱与共，惩罚你一人做；要是赢了的话，我们就一起辉煌。咋？你多啥呀？还是我少啥呀？你现实你1.8米大个儿啊，你呀、啊。就你俩了，就你俩了，娱乐一下。你现实，你家财一贯的，你知道吗？雨佳是那种说没条件，那实际打起来就狠狠的那种女孩。我们俩荣辱与共，是荣辱与共，玩儿那惩罚咱俩做干啥？我自个儿做呀。荣辱你自己，荣我来吗？辱你来吗？荣辱吗？都是姐妹，没必要吧？姐妹啊，动动你啥时候变相了？我们试试。那我们玩一个什么娱乐？玩一个什么娱乐？榜十啊，咋玩啊？什么惩罚？他俩怎么都过来了？你过去，幼林，阿西过去。哎，我咋过去呢？我换队伍完了，现在幼林过去。我哎，干啥呢？像这幼林呐、啥的，榜十我都输过他，挺狠。没有。幼林，你干啥去了？幼林不是，等会儿玩啥呀？就开了，还5分钟呢！我的妈！别开啊！打10分钟的，打榜十，输了怎么样？没事，先说。输了的话，我们咱那个什么，洞洞哥哥，能不能？洞洞哥，我上次只跟你打过一把，其实我不太，平时是。洞洞好玩的比较多。这把我必磕你啊、那我们玩呼吸两口气吧。我觉得这个什么好狠呢、这是尊严局，兄弟们，你们要呼吸两口气，这打的就是面子局。那就是别人输的人不能呼吸呗，是憋死呗。不是，深呼吸两口气，这就是面子局啊。对吧？不是，那咱数鸡蛋得了，一口气数鸡蛋，一口气数100个，然后数不到的，然后数不到的咱就100个，我没有听错。数不到的就是男友女友视角做俯卧撑得了。我电脑可以做俯卧撑，但我不了男友女友视角。对，我电脑也是，我们俩是电脑。那动物你有病啊？那不就咱俩？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有点病？这样吧，你是不是有病？不，你们做男友女友视角，我们两个做双倍行不行？哦、就如果你们做10个，我就做20个。你有病啊，洞洞！我就想看洞洞做俯卧撑。我这不刺激一下你家大哥吗？这不，来吧来吧，刺激一下。咱们那啥，咱们那多少个？要惩罚就一样做俯卧撑，但我们都做俯卧撑就完了，数不过来做俯卧撑呗、都正常做俯卧撑。好，我问一下，如果只能数30个鸡蛋，是要做70个俯卧撑左右的意思？哎，是，对，两个人一起做是吧？两个人，你也可以选择，就是买断一下，刷70个热气球。你这个人，我意思就是说，比如来说，数不到的话，应该是两个人平分70个吧？一个人做70个，不可能吧？不，就一个人做70个，那你队友也得数啊，你队友数不过来也得做呀。豆豆，你怕是体力很好的，来，没说过，这没事儿啊，谁不中谁想跑够，来。好。不相信，宝石说三家是吧？上架，我看看我这个、来，我们要重开一下，重开一下。重开是不是就10分钟了，还是5分钟啊？我来看，我10分钟，我是10分钟，看一下能不能你接一下。你们接一下。不行的，退一下。我接了。不行啊，接了可以了，好了。那直接这样算吗？那组不了队，到时候最后相加就行了。好，闭麦了，拜拜。兄弟们，家人们，需要你们。总票打不赢。榜十打得赢吗？就是打不赢，即使打不赢，咱能有点尊严不？能有点尊严不？至少不拉后腿，好不好？咱至少不拉后腿，行不？咱们来10个人，好不好？咱们来10个人，
至少咱不拉后腿，好不？谢谢我们冯叔的亲亲，感谢我们冯叔亲亲。咱们有热气球，咱们站热气球；有保时捷，咱们站保时捷，好不好？这是需要十人，需要十个人，需要十个人，需要十个人。没条件的家人们，我们点赞，我们帮忙喊一喊，好不好？没条件家人们帮忙点点赞，喊一喊。我们有条件的家人们，咱们能帮西占个榜十，帮占个占个榜十，好不好？帮忙占个榜十，占个榜十。来榜十，咱们需要人，榜十需要人，榜十需要人。谢我们哈拉，感谢我们哈拉。我们还有人还榜十，现在目前还差榜十，目前还差七位，榜十目前还差七位，榜十目前还差七位，榜十目前差七位。瑶瑶，来榜十，我们差七位，榜十我们差七位，榜十我们差七位。东坡能帮忙占榜吗？猫猫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的那个别动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的安吉白茶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的无变部长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的奋勇向前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的英雄好杰哥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的潇潇可以帮那怎么喊到潇潇去了？我们的黎明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 ARK 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小猪在吗？小猪，我看到你了，小猪可以帮忙占榜吗？小猪，小猪，你在吗？你在吗？你在吗？我们的大漠双雄哥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的好糊涂的男人哥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的超越团雅欣哥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的那个卡卡哥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的文哥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的将城归来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的关关可以帮忙占榜吗？关关你在吗？关关你在吗？关关你在吗？可以帮忙占榜吗？可以占榜吗？可以帮忙占榜吗？咱们可以帮忙占榜了，咱们帮忙占占榜。那个，算我一个，咱们就说现在占榜好不好？现在占榜，你们不要最后来嘛，最后来我怎我不我真没有底气呢，我不知道到底喊多少人。欢迎一生无惧哥，轩哥来了是吗？轩哥来了吗？轩哥可以帮忙占榜吗？可以吗？可以吗？咱们能占榜了，咱们现在占榜可以吗？仔仔可以帮忙占榜吗？我们不要等，因为我这样子看不到人数，我这心里没底啊，我不知道喊他到底喊几个人。我看幼宁家、幼宁家、陈宇家家、陈宇家应该是保时捷，陈宇家应该是保时捷，洞洞家应该是保时捷或者是飞机。谢谢我们仔仔，感谢我们仔仔，谢谢我们仔仔的保时捷，谢谢我们仔仔的保时捷，欢迎唯一。来，我们还有保时捷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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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嘉文哥，嘉文哥可以帮忙占个榜吗？咱们路过大哥可以打把手吗？咱们打的是榜十，咱们目前打的是榜十，咱们目前打的是榜十，需要人占榜，需要人多，需要人多，我们现在人不怎么够。我们现在人不怎么够，我们现在人不怎么够。欢迎柯一哥，欢迎柯一哥，柯一哥可以帮忙占个榜十吗？我们有没有路过的大哥可以搭把手的帮忙占个榜十？我们现在需要保时捷的榜，能有条件的家人们帮忙占榜，没有条件家人们帮忙点点赞，咱们把赞戳上二十万，咱们把赞戳上二十万，把赞戳上二十万。我们把赞戳向二十万，把赞戳向二十万。谢我们哈拉的纸鹤，感谢我们哈拉的纸鹤。我们戳到二十万，咱们戳二十万赞。欢迎我们东坡，东坡可以帮忙占一个保时捷的榜吗？东坡，
我们还有四分钟时间，咱们就说还有四分钟时间，还有四分钟时间。谢我们关关的热气球，感谢我们关关的热气球。关关，你不要离开直播间，你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关关，今天本来就少人，你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等会儿如果说需要补票的话，需要你可能需要你补一下。如果说万一需要补的话，你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好吗？关关，答应我，你先站着不在，不要动，不要动。那等会儿本来今天人就少，等会儿就怕人们来不及，来不及。我们还有三分五十秒，还有三分五十秒。欢迎娜娜。欢迎用户幺七三，欢迎小小宝贝。还有在的吗？还有我们隐身的哥哥，或者是在门口看我的哥哥吗？有吗？有的话再帮忙搭把手好吗？谢谢我们小宝贝，感谢我们小宝贝。还有够不？就是大差不多三次吧，三千是不是？那应该是差不多的，应该是差不多的，就应该是差不多的。他们都是占的是保时捷的榜，他们都是占保时捷的榜。咱们起码，因为他们有可能就是保时捷，要么就是补的飞机，就保时捷或者飞机的那样子。还有两分四十秒，还有两分四十秒。来，我们保时捷的榜，如果能补的话，咱们现在补保时捷的榜。如果现在，谢我们关关，感谢我们关关。哈拉能补吗？哈拉能补吗？天天能补吗？你们俩给我说一下，你们俩能不能补？一定要提前给我说，不能补告诉我，不能补告诉我，我才知道我该怎么喊。小小宝贝能补吗？猫猫，你能补吗？哈拉可以补啊，哈拉可以补。还有一分五十秒了，来不及了啊！咱们就说要上，咱们现在上了，不能等了，不能等了。现在目前还差，天天没说话了，天天不能补的话就是一二三，还差四个，还差四个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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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保时捷直接上保时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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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四个榜，还差四个榜，还差四个榜，还差四个榜。咱们能补保时捷的，咱们直接补保时捷，能补保时捷，保时捷。现在，刘娜那个不行，小宝贝不行，然后长老不行，然后天天不行，那就是还差四个榜，还差四个榜，还有三十秒了，还有五十秒了，五十秒，哎，三十秒，我这边推迟了，来一起补票，快，还有谁能在的？快！小八能帮忙占个榜吗？小八，帮忙占个保时捷，小八！快！没时间了！欢迎我峰哥！我们是赢了吗？还是输了？我们这是赢了还是输了？等一下，我看一下。拿下了吗？拿下！我的妈呀，悬死了！谢峰哥，感谢我峰哥。峰哥，你来的太及时了，峰哥。
在这种人真的凑不齐的时候能就是能打成这样子的话，就是说真的真的太那个啥了，太那个啥了，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辛苦辛苦，感谢，再次感谢我们峰哥，谢谢我们关关，谢谢在在哥，感谢在在哥的支持，谢谢在在哥，谢谢我们小八，谢谢我们仔仔，谢谢我们哈拉，谢谢我们冯叔，谢谢我们天天，谢谢我们猫猫，谢谢大家辛苦了，感谢每位家人们，谢谢大家。为你听，来吧，吃鸡蛋吧，来吧，哎呦，来吧，你家先来啊，先展示，行，嗯哼，嗯哼，一个鸡蛋，两个鸡蛋，三个鸡蛋，四个鸡蛋，五个鸡蛋，六个鸡蛋，七个鸡蛋，八个鸡蛋，九个鸡蛋，十个鸡蛋，十一个鸡蛋，十二个鸡蛋，十三个鸡蛋，十四个鸡蛋，十五个鸡蛋，十六个鸡蛋，十七个鸡蛋，十八个鸡蛋，十九个鸡蛋，二十个鸡蛋，二十一个鸡蛋，二十二个鸡蛋，二十三个鸡蛋，二十四个鸡蛋，二十五个鸡蛋，二十六个鸡蛋，二十七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二十九个鸡蛋，三十个鸡蛋，三十一个鸡蛋，三十二个鸡蛋，三十三个鸡蛋，三十四个鸡蛋，三十五个鸡蛋，三十六个鸡蛋，三十七个鸡蛋，三十八个鸡蛋，三十九个鸡蛋，四十个鸡蛋，四十一个鸡蛋，四十二个鸡蛋，四十三个鸡蛋，四十四个鸡蛋，四十五个鸡蛋，四十六个鸡蛋，四十七个鸡蛋，四十八个鸡蛋，四十九个鸡蛋，五十个鸡蛋，五十一个鸡蛋，五十二个鸡蛋，五十三个鸡蛋，五十四个鸡蛋，五十五个鸡蛋，五十六个鸡蛋，五十七个鸡蛋，五十八个鸡蛋，五十九个鸡蛋，六十个鸡蛋，六十个鸡蛋，六十二个鸡蛋，六十三个鸡蛋，六十四个鸡蛋，六十五个鸡蛋，六十六个鸡蛋，六十七个鸡蛋，六十八个鸡蛋，六十九个鸡蛋，七十个鸡蛋。哇，你好厉害呀，陈家，太快了！不是开玩笑，是真牛啊！这个我数鸡蛋最多数二十个。你到我到我，你千万不要再丢人，豆豆，不是，你没有个八十也不合适啊，你男孩子。一个鸡蛋，两个鸡蛋，三个鸡蛋，四个鸡蛋，五个鸡蛋，六个鸡蛋，七个鸡蛋，八个鸡蛋，九个鸡蛋，十个鸡蛋，十一个鸡蛋，十二个鸡蛋，十三个鸡蛋，十四个鸡蛋，十五个鸡蛋，十六个鸡蛋，十七个鸡蛋，十八个鸡蛋，十九个鸡蛋，二十个鸡蛋，二十一个鸡蛋，二十二个鸡蛋，二十三个鸡蛋，二十四个鸡蛋，二十五个鸡蛋，二十六个鸡蛋，二十七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二十九个鸡蛋，三十个鸡蛋，三十一个鸡蛋，三十二个鸡蛋，三十三个鸡蛋，三十四个鸡蛋，三十五个鸡蛋，三十六个鸡蛋，三十七个鸡蛋，三十八个鸡蛋，三十九个鸡蛋，四十个鸡蛋，四十一个鸡蛋，四十二个鸡蛋，四十三个鸡蛋，四十四个鸡蛋，四十五个鸡蛋，四十六个鸡蛋，四十七个鸡蛋，四十八个鸡蛋，四十九个鸡蛋，五十个鸡蛋，五十一个鸡蛋，五十二个鸡蛋，五十三个鸡蛋，五十四个鸡蛋，五十五个鸡蛋，五十六个鸡蛋，五十七个鸡蛋，五十八个鸡蛋，五十九个鸡蛋，六十个鸡蛋，六十一个鸡蛋，六十二个鸡蛋，六十三个鸡蛋，六十四个鸡蛋，六十五个鸡蛋，六十六个鸡蛋，六十七个鸡蛋，六十八个鸡蛋，六十九个鸡蛋，七十个鸡蛋，七十一个鸡蛋，七十二个鸡蛋，七十三个鸡蛋，七十四个鸡蛋，七十五个鸡蛋，七十六个鸡蛋，七十九，七十七个鸡蛋，七十八个鸡蛋，七十九个鸡蛋，八十个鸡蛋，八十一个鸡蛋，八十二个鸡蛋，八十三个鸡蛋，八十四个鸡蛋，八十五个鸡蛋，八十六个鸡蛋，八十七个鸡蛋，八十八个鸡蛋，八十九个鸡蛋，九十个鸡蛋，九十一个鸡蛋，九十二个鸡蛋，九十三个鸡蛋，九十四个鸡蛋，九十五个鸡蛋，九十六个鸡蛋，九十七个鸡蛋，九十八个鸡蛋，九十九个鸡蛋，一百个鸡蛋。这么多，你能不能帮我做一半啊？那你就帮我做一半，我做嘛？我的妈呀！其实我最后一个等于没喊出来，做呗，那玩意儿，来吧，做呗，来。那我做十五个，你做十五个呗。嗯，行。你太好了。一、二，不是俯卧撑，不是俯卧撑吗？哦，俯卧撑啊。要不然我就不用。那做不了，我得看呢。啊，那你先看十五个，然后先帮我做。那我先看十五个呗。啊，好。嗯，行，好。能看见吗？看不见，你把镜头压低一点点。幽灵，你的腿真巴适。嗯，太好了。他是雨佳，喊错名字了。不，就是你啊，就是你的腿抱得好，不然就是我们做了。是我们家哥哥太猛了。嗯，这能看见了吧？我跟你说，我只能数三十个鸡蛋。我只能数二十个。不是，说我玩就小点，小点，小点事，能多数点。所以说我俩要是数的话，我们俩得做俯卧撑，得做死的。这能了吗？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雨佳，你坚持啊，坚持啊，快坚持啊！我做十五个，被子都掉了，十五个。你先十五个做了再说吧。咱说咱跳舞那劲儿呢，咱说呀。我感觉他那个跳舞那劲儿呢，他那个狂野劲儿呢，咋动？你砸地呢？可能啊。我们家的功力已经迷乱了。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小时候。哈哈哈哈哈！兄弟们。
疼不疼？我就想问一下前面。你要是这么拽的话，你就拽三十个能咋的啊？这个声音，声音会不会违规呀、啊？等会儿提示。我出个气，我你们去。哎呀妈！你快点啊！你咋呀？我听见了，我。在吗，峰哥？你还在吗？你应该在的吧，峰哥。你别躲着了，出来。等会儿他一看地上会有个洞，可惜了，我还在录屏呢。他等会儿坐了起来之后，他就说：“哎，人呢？怎么没有声音了？”没有。他听见了。那我们全部都走了，洞洞也走了。啊、欢迎四八三六，欢迎大家，谢谢大家，辛苦大家啦！谢谢家们，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咱们都能打出这个榜十，我都觉得，至少哈，我想着咱们的榜十应该就是说一个一百票，能打出个五百多票，我们太棒了！谢谢大家，感谢帮忙占榜的每一位家们，谢谢你们，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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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吗？我们还没看够呢，怎么就不好了？